正面拿下去，这都拿下去是吧？不是刀不快了，是我没劲儿。没劲儿。昨儿累了。我妈让你爸爸帮忙。我妈，你爸还没回去呢。我妈看孩子呢，我爸这后边坐着。我们在屋里让他坐着。哎，先进啊！哎，还得先进啊！别来着，来走。哦，花儿还是三尖，开始午餐了。两个人去中间，来一个。中间呗，都是这一块，哥，这块我给你摘吧摘吧，这块你跟啥材料都一样，是紫的鱼儿，不行，这是最瘦的了，这已经是最瘦的了。你看看，三十九，因为你不知道哪块厚哪块不厚，这是最瘦的。这是最瘦的了，就从这边给我拿一半，稍等啊，拿一半，要哪半？要这半。拿一个一个的，看你们好好的。酱汁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两个兄弟，这忙过来了。行，开两块，开三块，这三块可以。吃的还行，别的还要不？要。啊，那个是玩。咱这把水给我阿姨。这种不就肥没有？肥好吃点就是。就是说咸甜，这种肥。这多少斤？二十。哎，稍等啊，我们尝试腰完了，排队一下，二十元一斤排队一下，这猪肉真好。来，把车拿过来，姐姐。拿过来。真快，没了。三十二，我七百一，七百一十二，我七百一的。您一人一半行吗？行，这多少钱一斤呢？二十。看您，这两块儿，这两块儿。啊，就是这个反正好几块。
没了，你妈没了，有的是，这个没了，车上有了，关东叔叔五号没了，三十，175个。刚才我踢的是一个猪，来瘦点的是吧？对。被斩的。来坐着，这边瘦。就来个秘方就行，做一中耳朵是吧？还有半股子。有没提出来了？这个。二十多斤。我得卖卖再提了。135是吧？对。粮食猪，20元一斤。今天短视频时间分享到这儿，拜拜。还要啥？你说三要半，我那还有。好。吃完了再说。行。